司令，这么熟是什么人呢？你问的是他。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龙宫，才有十几个人，七八条枪，玉皇军追得我是晕头转向，多亏了阿青嫂，他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，他那里提壶蓄水，面不改色，无事一样，骗走了东洋兵，我才躲过大难一场，死这样救命之恩终身不忘，安胡某将义气终当报偿。小事儿，您别净挂在嘴边上。那我也是急中生智，试过之后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我呀，还真有点后怕呢。参谋长，烟不好，请抽一支。胡司令，抽一支。抽一支。唱。